得戚樣衰到。係啊，關啦關啦。媽咪跌咗成碗蛋落地。Hello， 大家好，我係阿 wing。轉眼間已經拍咗 YouTube 一年幾啦，有賴各位嘅支持，我先可以有今日嘅小小成就。為咗報答你哋，我決定親自送禮物俾幾位幸運兒。咁而家即刻睇下製作過程啦。做人最緊要就係食玩瞓，其實我耐唔耐咧都會失眠，真係勁影響工作效率。所以我都想我嘅觀眾可以瞓個靚覺，而報夢網就可以幫你哋捉走噩夢。我發誓呢個唔係廣告，亦都唔係線稿，只係呢間小店嘅模式比較特別，大家俾特定嘅價錢咧就可以喺兩個鐘頭內。任整，當然成品嘅大小就係基於你花咗幾多少時間啦。而我今日嘅目標就係整三個貓貓形象嘅。報夢網其實有好多種唔同嘅傳說，其中一種我哋自己聽落去覺得最靚嘅傳說就係佢嘅樣子生得好似一個蜘蛛嘅女神啦。咁佢就好勇敢啦，佢嘅法力亦都好高強，職責咧就係守護族群嘅幸福啦同埋健康，尤其是係小朋友嘅安全。咁夜晚嘅時候咧就可能趕唔切翻嚟，所以佢哋就織咗一個好似蜘蛛網叫做報夢。譬如話，其中一款你要上單先嘅，咁樣另外一款就可能係你話有個粉粉地方，可能就用呢啲。我應該有一個呢個深藍先，呢個深藍色好。我想呢、這個，呢、這個係啊，仲有一個你咪都係中意呢個多啲嘅？好似係特別啲就係特別啲嘅真係。我哋仲有呢個款喎，兩隻色嘅，佢一折藍一折白。呢、這個呢、這個係咁樣卷嘅啫，夾住攞出嚟咁樣卷。啊，好得意啊，好细粒，好兴奋啊佢。悭完第一个妈妈，好轻啊佢真系。Hello。你咧佢，开心翻未啊？俾姐姐抱。出镜出镜系咪？得戚样衰到。系啊，乖啦乖啦，我继续整啦。咁样第一个圈完咗啦，最近嘅呢条直线应该由上而下。塞入去，都系喺呢度中间攞出嚟，咁就将佢拉去条线嘅正中间，睇下拉紧。咁你系咪加猪仔？呢个加猪仔。睇下先，其他我都唔系好知添。你想衬翻一蓝色定五色？咁如果你讲出嘅话咧，佢就呢一个出啲。特别啲嘅话咧，就衬一粒呢一个色，跟住下一粒就呢个透色。正面向下，正面向下。OK， 咁樣，跟住手咁樣揸住佢，咁樣，咁樣，咁樣嘅，咁樣就容易啲劇啦。呢藍咧就有顏色多啲嘅。好唔好咧？呢個，好啦，我呢個咯。跟呢一個放喺中間呢一個，幾神奇。使唔使攞錢？我試下先。呢一度，哎。啊，我得咗啦，应该真系嘛？系经过四个钟嘅努力之后咧，我终于完成咗呢三个报夢網，非常之多谢两位姐姐嘅教导。咁希望大家收到都会开心啦。作为食嘅代表，当然就要整啲嘢食俾观众啦。所以我会挑战整熊仔牛油曲奇同埋巴斯克焦香芝士蛋糕，材料就包括，因为今次唔系整俾自己食啦，所以。衛生意識都是要有的，首先就是打鬆放軟了的牛油，果然這些東西都是整得越多越好，整隻牛油根本黏了上去，撩回牛油出來就可以加糖粉，當然就不少得這個雲尼拿香油了。我想說之前我買了一支雖然未過期，但都已經放到沒了味道，果然新的特別香，咁樣打起全屋都聞到。咁而家就可以加入過咗篩嘅低筋麵粉同埋粟粉，非常軟滑同埋靚。其實我都係第一次整有造型嘅曲奇，希望陣間佢哋唔會好似中輻射咁啦。不過就算造型失敗都唔緊要，我相信佢係好味嘅。都係有一個形狀出到嚟，不過啲紋就唔係好明顯。哦，這個挺靚仔的，我幾時滴曬面糊出來啊。咁而家就將佢哋擺入雪櫃，雪半個鐘之後再焗。喺雪緊嘅同時，我就整咗呢個巴斯克焦香芝士蛋糕先，材料就包括。
其實巴斯克芝士蛋糕就不難整的，都是將材料撈埋一齊，但我覺得這個 combination 真的很正，所以我都很想整給各位觀眾試一下。之後就要加砂糖，終於跌了整碗蛋落地。最後就是這個滿滿一大碗的忌廉，這個巴斯克芝士蛋糕其中一個 signature 就是表面勁窿的面，還有這個不規則的外圍，就是靠將塊牛油紙亂咁塞入去。我收唔夠手，好攰。就是最容易失敗的部分，就是用這個朱古力去擠它的眼睛和嘴，我也很怕滑碎，所以特意焗了很多塊，為什麼擠不到呢？哎呦呦呦，看下去都還可以的，不過有待進步，我會努力發揮我的畫畫小宇宙。我決定將眼睛改成笑眼，好像看起來會好一點。我覺得這個是暫時整得最好的角，終於搞定了，那明天就會將這些禮物送到你們的手上，我們明天見。哒哒，這一堆就是我的禮物，現在就等著第一位觀眾的來到，非常之令人緊張啊。好好，因為裡面有一個是芝士蛋糕，所以我就不過比你之前咧問個問題先，係咪有嗰條片我係去邊嘅？亞洲同吉澳。好啊，咁呢個就係你。Hello， 呢度咧就兩份禮物嘅，入邊就係有 cheesecake 啦、cookie 啦，同埋有另外一個咧就唔講係咩住。不過咧呢度兩個咧就款式唔同，所以就睇下你抽中邊個啦。邊個啦？好啊。Thank you， 多謝你的支持，呢個就是送給你的禮物。多謝。但你好像有啲高喎，好似入唔入到鏡嘅咧你。多謝曬你的支持。送完曬所有的禮物啦，希望你哋都會中意啦。其實每一個留言同埋觀看次數都是我拍片的動力，希望我都可以繼續帶俾你哋歡樂，然之後大家一起為理想去打拼。中意條片就記得 like、comment、share， 記住 subscribe 個 channel， 撳埋隔離個鐘仔，咁就第一時間知道下次會送乜嘢禮物俾觀眾。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